这样嘛，是吧？FD 嘛，对，没错，是的。但是你很多时候在激烈打斗的时候，你余光会扫到这里的，会经常有放错。我试过，所以我不能看这边，我先不能看这边，我得把它挡起来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我得把它挡起来。他们不会知道是被什么东西给吃掉的。敌军还有三十。我们的妖姬。碾碎他。这个好难受。妖姬也忘换了。全军出击！死神击穿！我可能要红开，单人红开。打血了。打血了，看队友怎么讲。这你们还要？哎，别！我靠，完了！哎，怎么过去了呢？你打我就骚扰你，你不打那就没事。我打了他们不会过来吧？好。耶，你不来吗？耶，来人，别急，等他停一波放了。好。哎呀，这调皮，哎，就杀你，对的，调，哎，很好，下个勾，非常好，好，没事了，我们打吧。非要赖着不走，行吧，拖了很久，但好在是有一个人头，一个助攻。不然这版会很难受。这把野怪打完直接回家，不抓人。上路倒是可以考虑一下。有踢吗？他有，给个信号先。好，直接踢过来。我一个人，踢晚了一点。如果刚才那个小兵还踢的，好，拦住，那他死了，刚好。好，他跑不了，非常好。哎，有点卡。OK， 正好再晚一秒就来不及了。把大鸟吃了，回家了。还要我抓？那这波抓不了了，我们没血了，肯定抓不了，而且很有可能被反打的。他们打野不知道，打野在中。有可能把大鸟吃了。我的饭来了，没吃。我要冲塔吧。哦，细节。可以，一个平 A 接旋风斩就溜了。有东西。
会存钱。这你打不死我啊，这你打不死我，你还不走我队友来了啊，你还能把我打死啊，这你还能把我打死，我 W 的这个大鸟回复很快，你看刚才我的回血啊非常的快，是因为我 W 了一下这个大鸟小鸟，加上我红炮的回复。好，回下一个，快快，一千五，这把我们要出红城，他们是盲僧，出红城好一点啊，跟他拼一把。抓波中，他还没到六，赶快，没有视野，等他把血算了，丢了也行吧，把他放到看能不能逼出，还要硬换我，哎，锁出了，完了，哎呀，这个还是不能轻易放，他链条锁错了。本想憋个大，而且打得不太好，是两次了，可能不太熟练，他主要也带了惩戒啊，先不着急管他，我的等级太受影响了。赶快刷，我到现在才四级，这太伤了，刷到六就好，把这几组野怪全部吃完，他们也就蛮王三个头，可以下路有点猛。可以，走位不错，我可以帮，可以帮，虽然我血少，可以帮灯打死。这个好像是，啊，哎，轮流着打，他没大，他没大。我们下路可以蛮强的，我将划过他们的头顶，我先装备一般般，一般般，蛮王不管他了，这蛮王也大，抓不死。他
他想杀妖姬也很难。这个李青有资源就敢拿，所以他下波小龙一定会去，我可以蹲他一波，我现在七级。好，看他敢不敢。没事，我队友来了。好，我这守卫不抬，都得死，孤立无援。哎，这个躲他天音波很重要啊，这天音波如果没躲我肯定打不了。中路管不了了啊，中路管不了。不好整，这不好整，这手他还秒我的，他有大。小龙要刷了，我得回家了。回来回来回来。这马龙生肯定会直接过来打，他前面这两波就直接打了。我先过来做个视野，或者找他一下。他这波直接打肯定没了，啊，我已经到了。好，这个伤害他是完全想不到的啊，完全想不到的，太高了，被孤立的话太高了。他连踢我的机会都没有，我二段隐身就躲了。好，看看中路，中路这波死了，很好。哎，就在等他。好，到他野区光一波。在中，盲僧在中，看他会来，会不会来大鸟？好像去我的大鸟了，我去找他，我们去找他，我没有大，他能直接踢我，但我这么往上路走，他看到了，他肯定是溜了啊！我过来是不给他，啊，你在找死，你在这花里胡哨，你的，哎，我敢，就直接过来给你打，肯定是心里有数的。我们敢直接走过来就不怕哦。他的伤害想一套秒我是不行的。上路不见了啊，上路死了，7-20。毕竟我还有个红宝石，没有红宝石的话有点危险。好，回去。他这个血量肯定是一套死呀。完全没有对拼的资本，现在他看到我只能跑。感谢马老师的大吉霸送上的飞机。谢谢吉霸。下路不用管，上路也不用管，中路看一看就好。野区已经崩了，
好，找他的李青，他李青要去野区，我已经被看到了，没关系。好，我在。闪哪去了呀？哎，好，他不知道我在这里，非常好。我一没好，我一没好，我一没好。他往我哪儿走？那个，他往这里走啊？那肯定有眼的哈。有眼的，我闪没好。没事，他不敢过来，过来就死了。他这里有眼，行吧，我们溜吧，溜吧，溜吧，溜吧。刚才闪没好的，吃个峡谷。那打去，这野怪还是要吃。这波荡了太久了，没怎么发育。先把。把这个全刷完，你会不会？这个，我吃个饭，搞一把，搞一把。我现在已经优势巨大，肯定能赢。试一把，试一把，试一把，试一把。来来来，我吃个饭，吃个饭，好饿。兄弟们，看春野打一把，一次没打过。解释个锤子哦！我现在应该干什么？你把野刷完了，人杀光了，你给我。这是真没玩过这个。怎么讲？给我点问号，我去吃了一波兵。啊，打这个。解说上我不会玩，怎么解说？晃了一批啊！我一个青铜，你让我有什么理解？青铜理解，青铜理解，青铜理解，我就直接上来，你搞不搞？哦，走走走走，哇，走走，好的，给个给。我作死！哦，现在优势大，对吧？那我弄送一点，保持平衡，好吧？那你来，不然你现在不是已经没有难度？不是好打，我就这水平，我怎么好打？然后现在出什么？啊？推荐的我出一个没有，我出个护甲鞋没毛病吧？啊，对吧？哎，我再出几个，这个东西没毛病吧？走，你这改建跟我不一样呐，他妈地是闪现，刚才那不死就因为改建不死，说实话，以后没抢到人头。哦，还追还追，有人头，有人头，有人头！哦，兵也不会。哦，好厉害！小老板，你在这儿？要跳！对呀、啊，为什么我没有抢到？杀啊杀啊，打不过打不过
打不到，打不到，快吃，快吃，快吃！应该出什么？应该出个这个。输了，输了，输了！我不能吃了，输了，输了，输了！这个知道，输的了。不会，我不管啊。是不是本身这把就赢不了，然后你丢给我的？差点死！他们不会知道是被什么东西给吃了。为什么我这个动作？哎呦，没杀到人！说，这是在解说。哦哦，好家伙！这个能出吧？不行不行，没玩过吧？这显得我真有青铜，哎，真的只有青铜，就很尬。是谁啊？快吃啊！快吃啊！啊！你快吃！哦，杀个人了，杀个人了！哦！哦，杀两个喽！我有什么理解？这个人完全就不会啊！哟，这有人，这有人，这有人！我靠！收，赢了，大龙，赢了。那我给你放冷的。这个出什么啊？这个出默认吧？出什么？好，随便出。冲啊！我的爪子呢？也不行。
摄像头关一下吧。可以可以可以。OK 可以可以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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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了死了死了，打不过打不过打不过，不会玩不会玩，动动你会不会玩这个螳螂，那你来，我连话都不敢讲，玩这个东西玩这玩这个英雄连话都不敢讲，不是没自信，就对这个完全没有认知，不知道不知道怎么搞啊。好，我吃好了，来了。这个世界美味无穷。哇，这个蛮王，15个头啊，全靠他一个啊。可以。我这个装备也不咋地了嘛。现在等于说是军事。可以，我觉得我现在要补一下发育，要补一下，不着急。没有野怪，偷个蓝吧。这个小龙要刷了。队友推了，没事，就一个蛮王，蛮王非常害怕我的这个 W 的，我一个 W 他就很难近身了，其他的没装备，可以开了 W， 好，把这一条小龙收了，但这条小龙他们肯定能赶过来，好像不太好打。我在这守，这个龙不能直接打，来了一个，给他一套，消耗他一下啊！这个龙不能打，龙不能打，龙不能打！哎，怎么打龙了？哎，没，我不在呀、啊！哎，龙有闪现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我现在不能上，现在不能上，蛮王有大。好，给个 W， 拉开先，吃个药，隐身，快交给你，吸血缓速，应该能收，好，可以，行，不亏 ，OK， 等这波大龙。把他们逼出来打一波啊、嗯！大龙，一波好像不太行，拆个塔，完了走不掉了，好了点。可以，好好好，好像可以一波了。算了，大龙吧。感谢凯森的飞机，谢谢。
不好意思，没看到啊，我这个手机在看弹幕，是有点小，不行，我得在这里骚扰一下这个蛮王，给他个惩戒。好，没关系，管住我，他死了。可以打，可以打。嗯，等一下，看一下。不打，不打。他的盲僧来了，继续继续。盲僧在左边，我看到他了，他打不过我。我有积血，有闪现的，我能秀他。不在。杀杀杀杀杀！盲僧在，好，先杀这个落单的，不给他踢我就行。好，这波我不能去，这波我不能去，这波我好，先一波出了，可以了，先一波出了就可以了。嗯，跑不了。好，这一波大龙继续逼他们来，没事，我死不了。我试一下，在这里回吧，差100块把这个打出来吧。16了，我现在杀完人可以飞出来。有可能他们会偷，哎，这波我们打大龙肯定是收掉了，全部在下路，直接打吧，直接打吧。这么多人抓一个内瑟斯，我没有惩戒，但是他们来不及的，他们来不及的，没事。好，他送了，他送了，我随便跑，哦，我随便跑。好，再下来鬼刀，一波差不多投了，